哥，宫廷缺宫廷戏缺太监，你宫宫廷戏缺不缺太监的情况下，你看你看，就是你毕哥就是演啥啥有范儿，肯定的啊。你看，来，帮我拿一下，毕哥演啥啥有范儿，不正常，太监是这样式的了。宣兰陵王觐见。确实有几分味道，挺娘的这个站姿。有事上奏，无事退朝。像不像？来人呐，把张伯伯拉出去斩了！四叔，宫廷戏有个最火的，就管上。皇上驾崩了，来个那，来哭听。皇上驾崩了，皇上驾崩了！你妈老，你家一天给俺家刘爷人都整怀孕了，老四。没想到，你家刘爷人怀孕了，我整的。